放，就是一切，对吧？所以你才会到这儿来，所以你才想当海盗，像我 Jack Sparrow。那些金银财宝吗？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今晚我们就去抢传说中最庞大的财宝 ，David Jones 的沉默宝藏。小心点，伙计们！黑暗的风暴正在酝酿中，万事难料。哦，我真是太了不起了！的船员们，在下 Jack Sparrow 船长为您效劳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抢 David Jones 的沉落宝藏。对，我一直在说我们，其实是你们。下去吧。
现在咱们来分宝藏。拿去吧，杰克森·白肉，这些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宝藏。但是